休息一下，吃点水果。哎，那是你来没？我刚是在楼下的。哎，杰西，你来了啊！哇，张哥，杰西有活力。我每天都看起来很有活力的吗？你们年轻人应该多参与星期六早上的赞美操，这样子跳赞美操，人看起来好看，心也会更有活力，这样还有更多的心来侍奉神。这样下个星期的周刊打算如何啊？哎，张哥，你看一下下个礼拜的周刊，你是主席，讲员是刘清水牧师。其实我们就缺少了敬拜赞美人员啦。不过我们有一群很热心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已经在练习了。那他们几时可以练习给我看？那明天下午练习，你看可不可以？哦，可以。哎，来，我赶时间，你们可以快点练习一次给我看吗？我看我要再另外安排一下。别啊，你在里面啊，一个两个真是的，每天迟睡，早上都起不来。哎，老的，老的，你看，你看，是不是很美？上个星期才买的嘞。哇，怎么你穿得好像九号国旗这样？什么九号国旗哦？你懂这件衣服买几贵吗？你讲一个九号国旗就扫兴哎！哇，如果要加一个黄色月亮下去，真的是九号国旗哦！你有没有搞错？我花了整个早上为了今天25周年来预备，一下就跟我讲像九号国旗。气死我！叫我的哈尼呢？哈尼在后面，你自己去拿。我今天唱 soprano， 我的喉咙不太好，喝哈尼会比较润喉。哎，那两个小的，还没有起来没？
还没有啦，快去叫他们起来，很迟了。好的，伯威，下来了耶。哎呦，睡不起来了咯。哎呦，又是面包啊。哎呀，早上忙早饭吗？现在只有这些，你就随便吃啦。哎，又是面包，我已经吃了两天了。你们一个两个啊，喜欢吃就吃，不喜欢就不要吃。你们懂非洲啊，很多人饿肚子吧？哎呀，不用紧的啦，随便吃就好了。阿哥，昨天晚上几点睡？10点多咯。昨天晚上我12点的时候经过你房间，还看着灯亮着嘞。爸，你可以不要像 CCTV 这样啦，一直看着我这样嘞。还有你啊 boy， 你昨晚哦去了哪里哦？这么亮迟回了。哎呀，我刚跟朋友去喝茶哦，他们不给我走，我没办法嘛，你懂的咯。哎呦，你知道你这样迟回来，让我担心，睡不着，你懂吗？总之，你们两个星期六要早睡。不然会影响到隔天的主日崇拜，知道吗？嗯。哦。嗯，现在几点了？看一下。哇，这样子哦。哎，你们好起床了哦，走。我唱不出来。弟呀，来帮忙！等一下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见你 WiFi。死了！不会死，不会死，不会死！医生，来了来了！不是有二姐跟三姐帮吗？怎么还有我？哎呦，二姐在切水果，三姐在洗衣。哎呦，你快点来帮忙啊！我们全部还没有冲凉，你懂吗？所以每个人是奉茶点哦，很麻烦呢。麻烦？吃你又不嫌麻烦？奉献茶点是侍奉神的一个工作，你知道吗？整天只会吃。我除了会吃，还要玩 bass 咯。我洗好啦，来我帮你。OK。不要宠坏他。给他做，你看二姐。哎，我还是自己骂。哎，三姐，下个星期六可以带我去朋友生日会吗 ？OK， 没问题。哎，下个拜六你们是有团契吗？哎呦，不用去，不用紧的嘛。不可停止聚会。没有去一次不用紧了啦。总之不可以就是不可以。你的朋友的生日 party 几点哦？8、9点咯。不然团契过后我载你去哦。还是三姐最好。大姐大姐，我想要开始侍奉，你觉得做早带 OK 吗？你笑一下。嗯，其实只要有心，扫地抹地也是一种侍奉。好了好了，快去冲凉冲凉，那是机会哦。哦。马林啊，最近我看到一个蔡松辉的那本书很不错，又有漫画，又有教我们一些经节，我在想。我要需要买一些书，你建议我到哪一个书局去买啊？哎呀，不用买了，楼上哦，我们有那个图书馆，可以跟利宾知识哦，去 register 哦，就可以接触了咯。哦，是吗？我都还不知道呢，谢谢你哦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嘞，我跟你讲，下个礼拜哦，双福有那个资源回收日，你可以把你家里不要的衣服啊、plastic 啊那些带过来，然后会有双福的车过来带回去。哦，刚好我也有很多旧报纸在家哦，我会带来。弟兄姐妹们，早上平安，请听上帝的话语。
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，直到永远。我要用我口将你的信实传至万代，因我曾说，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，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。我们把时间交给刘清水牧师。大家早上好，又是我。幸好我们一个月只见面一次。今天我要讲的信息是，你是哪一种土壤？有些人就是硬土，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撒旦最爱日以继夜控告基督徒，他会不断地控告人，你道德败坏，是个污秽的罪魁，神绝对不会爱你，也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。你注定灭亡了，撒旦也会诱惑我们，鼓励我们去犯罪，让我们最终作恶。哦，我还有一个小故事要跟你们讲。你说说看。有一次，我和我的朋友去教会，我们听到传道人讲到圣经中的牧师，牧师，你可以讲话大声一点吗？我听不到。这样子声量可以吗？嗯，可以可以。那个小故事就是，不是不是，你可以讲慢一点吗？我要抄笔记嘞。这样子可以吗？来，我们要回到刚才那个小故事。牧师牧师，讲小声点呢，要睡觉嘞。哎，国王，你可以不要这样啦。开玩笑啦。跟你们讲啊，讲员很重要，会众也很重要。就算一个再不会讲的讲员呢，他也会讲出一些信息让你们领受到。来，现在我们来做结束祷告。我们谢谢刘清水牧师的美好的信息分享。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敬拜赞美小组。